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往去月球。那我们上一集呢，我们已经用我的机器到了这个约翰尼的记忆里面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要干嘛。然后这些都没有图片了，照片啊，不是图片。厕所呢？的笔记中，约翰尼在家的钟，有更好看的东西啊？怎么？哎，点的没反应。智利蛙。开灯吧。啊，走错了。没东西，好，走吧，走出去。目前还没有多少人来过这一带呢。我是伊娃·罗莎利恩博士，这位是冯·马特霍伦博士，洛伦佐·冯·马特霍伦博士，尼尔·沃兹博士。你知道西德蒙德人生建构构建的机构吗？哦，你们俩来自那个机构吗？太巧了，我正打算给你们电话了，打电话给你们。哎，为我们冲杯茶好吗？玉帝，事实上，你已经给我们打过电话了。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，正是为了履行我们签订与相同未来的合同。悠着点，如果你从悬崖掉下去了，我们可就重新载入这段记忆了。注意分寸，尼尔，尊重他人。这是程序而已，你知道的。我是知道，但是这是他最后一段进而来的记忆，我们需要配合他，我们需要他的配合。就算发生最坏的情况，我们重新启他不就好？重新启动他不就好了？你为什么老是喜欢浪费时间？你们。是来送我去月球的，对吗？是的，约翰。我想我的运气不错，我倒觉得还不够好。那么，你们做得到吗？你们能带我去月球吗？我们不能，但你也许可以。你为什么想去那里？我不知道。好了，你必须告诉我们，这是我们把你带到那里所必须的帮助。想成名，想致富，你总该有动机吧？很抱歉，但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是非去不可。我现在可以肯定，这绝对是件麻烦透顶的事。不管怎么说，约翰尼，这就是我们要将之变为事实。我们需要进入你的童年时代，不过那实在太远了一点。
没法在一次记忆旅行中完成，所以我们将逐步进行逆向跳跃，穿越你的记忆。你相对未来给予了我们这样做的许可。一旦我们在童年记忆里设定了直达路径点，我们就会回到这里。那时，希望你能够协助我们，劝导童年的你成为一名宇航员，也可能是登上一座庞大的发射器。最关键的是，到时候你除了不知道，得有更多的话来说服童年的你。只要你能带我去月球，我会竭尽所能与你们合作。好极了。现在，为了跳到另一段记忆中，我们需要一件对你而言很重要的东西。你是否拥有某种记忆碎片，以便我们开始？这样就行了。好像那只兔子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女士优先。获得笔记月球。完成记忆碎片单极球体方动碎片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是过了意思吗？哇，激活！等等，我的隐私怎么办？我们会尽可能不冒犯的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真没办法避免。哎呦！鸭嘴兽，雨伞，为什么这么多兔子啊？是因为月球月兔的意思吗？哦，倒退一点点。关闭可视状态和交互状态，要是被看见就麻烦了。是是是，高兴的。哎呀，这玩意到底是什么？兔子，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或许我们应该查查他的精神病例。真他妈的，他听见了吗？不可能，这大概是也是这张记忆的一部分吧。那么我坚持我的观点，不管怎么样，闲话少说。先在这里找到记忆碎片进行跳跃吧。以与物品互动来建立五个记忆连结。OK， 你是干嘛？哈哈，真是特别家伙，不是吗？当你其他伙伴全都淹死在北华记忆里时，你却有两种颜色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记忆挺吓人的啊，一点也不错，我同意。你干嘛自言自语啊？这是鸭嘴兽。不行哦，不能跟鸭嘴兽讲话。需要记忆光景才可以发射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欸，约翰尼，呸！我讨厌这鬼东西啊！讨厌什么？啊，是腌制橄榄。就是这货，皇帝的新装，汉斯·克里斯·蒂埃安图神助，就是那个嘛，国王的新衣啊，那个打满补丁的旧背包，这是什么？100万年前的古董啊！我想我们要找的就是他。OK， 别这么做，如果
不得不在每段记忆中像杰这么存在，我会发疯的。你是在怂恿我？我就是那个鸭嘴兽，可是我不能点他。应该是鸭嘴兽，可是我点不到啊。那我点不到它，还是有别的。不行啊，还是要出去。不行，不能出去。我找一下。哦，我发疯了。我看一下攻略。好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这个星星的野花，然后击破这个球球。哈，毒梗记忆连结，那个啪啪啪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就这么定了，从现在开始我负责破坏，准备。角落处的球体可以翻动整条对角线。OK， 看一下哦。Nice。激活。哦，回到更，哦，不会回到小时候吧？好久哦。下雨的时候进行横穿，比进行上沿要好得多。我可不在乎这个。看来这次旅行记忆旅行只跨过一小段时间，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记忆碎片，要不然这一切都没完没了了。那那就先尝风景吧。OK， 记忆伊娃伊怀尔斯，王龙玩具。说实话，我完全不认为这种动物有存在的权利。这世界还没小到不足以容纳你们俩。没了吗？好，我不能跟他讲话。好，我们上去吧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伊娃。我也能和你一样，天天照顾他了。他再也不会孤单的。虽然也许我都无法理解，但我会忠于你的愿望的。安雅一定也对你心怀感激。可是等我离开这个世界后，还有谁会来照看我们呢？哦，我最讨厌玩这种游戏了，我想哭哦。你是狼卫？我叫伊娃，碰巧路过这里。她是你的妻子？是啊，她叫丽娃，真是个别致的名字。她本不该缠绵于此的。
并不需要这么做，可他却……你不会明白的，甚至连我都没法理解他。取得笔记，安雅。约翰和丽娃所关心的人，哦，这个音乐配得真好。你早该到了，我差点以为你摔下悬崖。你干嘛去了？欣赏风景而已，还能干嘛？你这边找出点头绪了没？重大发现，超级收获，简直难以想象。这地方看起来可真空旷，不就是灯塔？你还想看到什么？总之，我会在另一边接上你的。祝你打破结界时玩得开心。哦，记忆连结。看东西。OK， 好，我们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好了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频道的里面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小红色方框按个订阅，然后铃铛记得打开，然后我更新的时候，你才会随时收到我更新的消息。那这一集呢，有点感伤，哎，冷啊，哎。OK， 好了，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，谢谢大家这集收看的，谢谢，拜拜。